随着环保意识提高，其中树泥塑胶制品也要转变成绿色的市场。其中依然常常拢会接触到的塑胶袋为例，现在有厂商三人前的建筑用粉浆来做，不止无毒，也会加在地壳顶旁边，而且三个月到半冬的化气，做到循环减碳。淀粉来取代这些塑胶的制品呢，重点是我们用的是非改质的淀粉，而且是非粮食基的淀粉，因为现在用的是很多粮食去做啊，这是不太好。但是重点来了，我们是用非粮食来做的。那非粮食做的有什么好处呢？不会造成粮食的恐慌，而且再来我们可以彻底的去取代一些塑类，来造成不会造成环境的压力，而且呢对我们的环境会更友善。位于现代南，正是南部重要的工业中心。经济发展局伫塑胶工会等六大工协会支持，以及基本性厂商的踊跃参展，今年特别举办第一届树泥塑胶工业展，将成为产业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平台。橡胶机械产业呢，全国大概有1000亿的产值，我们台南就有600亿到现在600亿嘛，占了60%。有1500多家的厂商啊，所以在台南的这个橡胶的一个产业是一个聚落，因此我们在台南来展览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我们可以邀请国外全国的厂商来参展，那展后可以到工厂去亲自的来怎样来洽，这个就是一个展览，在当地可以把这个商机揭露出来。那我们期待的透过这样的展览，也将我们台南的这样的一个肌肉呢，更加的茁壮。我们很荣幸，也很高兴有机会贡献我们在展览上面的展物执行上面一些经验，也非常谢谢几位产业理事长跟厂商先进的支持，以及台南市政府经发局的指导，让这次第一届举办就能够在开展前已经可以预估到开幕之后的盛况。在启动一些过后，该展览将伫3月21日到24日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。除了满足有需要的买主，毛主的演讲，让大家了解该产业的趋势，同时做出现场打卡，就有机会抽 iPhone 等大奖。带来新闻，军旗彩虹报道。